底而拥有高知名度的宋智孝，在结束电影的拍摄和宣传后，最近投入新剧的演出。饰演单亲妈妈的她，在新剧中有不少回忆大学时期的画面。不过学生扮相的智孝却完全无违和感，根本看不出即将39岁。还有网友挖出她10年前首次出演 Running Man 的模样，2010和2020整整相隔10年。然而两张照片对比起来，相同的角度和造型，以及毫无变化的长相，都要分不出哪张才是10年前的照片了。照片曝光后，让网友纷纷惊呼，说是昨天拍的也不为过。医生长得智孝太美，是吃了防腐剂了吗？超冻龄的美貌真的是太犯规啦！